别看了，我已经给你做好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葱爆羊肉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清洗干净的羊肉切薄片，大葱只需要葱白部分，锅底一层薄油，加末、蒜末、花椒、干辣椒炒出香味，然后下入羊肉，加入白糖和白酒，再来一点太太热原味鲜，投到生抽酱油，选取第一道压榨原汁酱油，用的都是熟悉的食材，更放心。继续炒，炒到葱段断生就可以出锅啦。幸福三重奏同款葱爆羊肉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